哇！神金鐘可以吸引咁大批傳媒上台灣陽明山守候嘅，並唔係仙氣，而係嚟自香港嘅巨星發哥周潤發。發哥去台北宣傳新片，都不忘 keep 住佢嘅行山計劃。臨飛翻香港前嘅幾個鐘，早上六點半出發去神操。據知著住熒光黃色外套加力勁嘅發哥，腳程好快，部分陪跑嘅傳媒都跟唔上發哥嘅腳步。完成神操的发哥仲在上车前逐一同在场行山人士以及传媒合照先至离开。热爱摄影的发哥仲亲自指挥大家企好揸机 selfie， 谂得传媒朋友相当开心啊！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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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